走吧，队长去看过。那种就是叶黄素那种软软那个，不吃，就是对眼睛。嗯，是。麦片呢？不吃。你带熊猫吗？嗯，来吃熊猫去。看，你看没看？不看出去。看看看看熊猫呢？干什么？那你还不如不要呢。没事。大。干嘛呢？到底看大熊猫也不看着这里，让我们玩找一找。这个更近吗？灰头土脸的。也没听到嘎吱嘎吱的响，在吃东西，嘎吱嘎吱嘎吱。看他在吃，感觉很疗愈的感觉。我想，这只熊猫一定想说，我吃东西这个样子，怎么那么多人在跟我拍照摄影？哦，手上这只吃完了，找找看还有没有其他的。喂。没有，哎，还是没有。他不知道他屁股后面那边还两三只，还在找。没有哎，哦，没有。快往前，再往前，那个吃过的，再往前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方向。还在找，请你不要用屁股对着我好吗？找到了，耶！嘴巴叼起来了，哎，找到了。继续看待。好，他也不担心，找到一只吃一只，吃完再去找下一只。好快！
现在的时间是10:34，传说他们大概太阳出来9点多跑去躲起来，可是现在10:34一样可以看到。今天的天气属于阴天，那熊猫基本上还在那边吃啊吃啊。我用麦克风，因为我讲会比较小声，如果听不清楚可以看字幕。躺下去了，呵呵，吃饱躺平。他不知道他头上倒着一只，还有一只笋子，结果他现在在吃叶子。他在吃竹叶。你别讲的呀，过年啊。我们坐观光车下去。好了。哇，你叫我打车，我打车，我就坐这里看。什么时候睡？坐这里睡，坐一个。